宝宝知道作者科学女儿说起娱乐圈中的富豪，大家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王思聪，他是王健林的独生子，而且为人非常的高调，经常开着豪车，带着网红女朋友世界各地游玩。而且王思聪这个人也被称为娱乐的纪检委，每次有明星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他总是第一时间出来发声。王思聪算是比较高调的富二代了，但是说起娱乐圈中的富豪，也不只有王思聪一个人，有些富二代是比较低调的，大家可能都不认识他们。在娱乐圈中的隐形富豪，其中有这样一位人物，他是勤奋娱乐圈的富豪，不只是王思聪，还有他。网友最神秘富二代勤奋和其他富二代不一样，他比较喜欢一些豪车，而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自己已经过了爱玩的年纪，但是保留着他们当成是自己青春的一种回忆。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的跑车非常的多，这也令人非常羡慕。他跟王思聪截然不同的是，他并不会拿着自己有钱这件事情到处炫耀，而是为人非常的低调，只不过是喜欢豪车而已。网友也称他是最神秘的富二代。